伊就甲判一年啊。啊，我想过去这大部分做转来吼，拢判五个月、六个月，一颗罚金吼，安尼就无代志啊。啊，我判一年，主要我呐，我想是要甲报一个鸟鼠冤啦吼，去掉这个代志，三十年追诉期过去啊，无法度办这个案件，啊，所以就甲判一年。啊，判一年吼。顶有呢，顶有判两年。安怎讲呢？你若判一年吼，你来坐到满满坐一年；啊，你若判两年吼，坐一年你会当加薪出去安尼吼。啊，所以就顶有甲判两年啊，啊，就坐365天安尼吼。啊，伫台湾，啊，搁伫台湾关三个所在啦，台北土城吼，啊，了搁刷去高雄燕巢吼。啊，高雄因走了个，所以台南县的山上乡吼，有一个外爷干吼，伊台湾去关三个角角安尼吼，所以这是大概这个经过啦吼。啊，所以即卖是不是？少年个卖了，咱讲啊，好耍嘞，好啦。我还有买变错人会当去啊，啊，啊，讲啊你啊好啦。啊，这个消息是正确啊，无正确。讲要去到蒋经国，要变变进程，蔡同元本来有要去对无？阮爸有讲蔡同元本来有要去，但是事后找一个借口无去对无？这个事实是不是正确？阮爸是有讲，阮爸是有讲看袂起蔡同元对无？那这个是属实的，还是讲是讲看讲，是不是这个是属实的？肯定的呀。有啦，这我伫电视嘛捌讲啦吼。因为1970年4月24日吼，蒋经国要来纽约市，啊，这个大道人民伫遐办一个示威游行的活动，吼。啊！迄个普通示威游行的活动吼，迄个总指挥拢我咧做啦吼。啊，因为迄天我是要开枪，所以开会的时阵我就讲我无法度做总指挥吼。啊，我建议蔡同元做啦吼。啊，蔡同元唔知啥物理由啦吼，事后我咧想，伊知影讲迄天会发生代志，所以。伊拒绝，伊讲啊，伊袂使做总指挥吼，因为伊个胃无好啦，吼会出血啦，吼，诶，啥物理由真侪吼，啊，所以推荐一个新的兵员出来做指挥啦，吼，啊，所以迄天因为是有示威啊，啊，蔡同元伫纽约市里吼，伊住伫阮家个附近，啊，我是想讲，诶，啊，迄天我有任务吼。袂使塞车，啊，所以就坐蔡同元的车，哦，我啦、吴金美啦，啊，甲吴文良啦，坐蔡同元的车去到现场，啊，去到现场了吼，伊互阮落来了，伊车就塞走啦，伊讲伊要去停车啦吼，啊，事后伊的解释是讲，伊塞咱中央公园去啦 ，Central Park 吼。啊，咱知影 Central Park 无迄个停车的所在 ，Central Park 无人往停车的啦。啊，伊的理由就讲，伊都走西南 Central Park 去，伫遐找几波找无停车的，所以伊无去呀。
啊，无去事后，我是咧想讲，因知影啦，所以无去的理由就是安尼，哦，所以蔡同学无去，张灿龙也无去，陈永志嘛无到场啊，哦，因三个巨头就对啦，拢无到，因知影会发生代志安尼，啊，所以代志发生了吼，这个新的指挥的人吼，新手啊，都唔知要安怎应付。哦，一挂迄个无多掌握这媒体咧甲访问的时候，唔知要安怎讲啊？哎，变着。谢谢。李文道，拿到我今麦求证，外围分子啊，外围分子。啊！你算你气到死，吼吼！伊咧斗咧来讲吼，啊！伊今日想到，你家己做遐人，今日想到做法，像台湾咱遐想到做法。做法就是讲，你交个钱来没收啊，安尼就是做法啦。啊！以后要分期款，还要来。分期款就是迄个公司吼爱负责啦，啊，所以迄个公司唔甘愿啊，我即些来了钱啊，吼。啊，了钱就直直咧找讲，阮两个走去对安尼吼。啊，结果就是我当时住伫 New York City 的 apartment 哦，有人 break in 啦，哦，有人就是偷偷入去厝内吼，去敲破啥物件吼。我想我这项迄个保险公司有关系啦，哎，去敲破啥物件，哦，啊，所以了的就是当然只系现金了。哦，啊，搁一个好佳哉就是安那呢？这三间厝提出来报吼，是纽约市州、纽约市 state， 啊，这个案件伫 New York state， 无共州啦，啊，无共州，迄、那个法律就是讲，无共州的财产吼，你袂使共处分，啊，所以迄三间厝无好没收伊，欸啊，所以三间厝赶紧卖掉、处理掉安尼。啊，所以最后没收的是一挂现金，是安尼。是这个，无伊用国安法甲办尔，国安办是讲你偷渡入境，哦，非法入境的用国安法办的，哎，啊，阮这个案件就是讲，我伫美国予判刑了，服刑了吼，照讲就无代志啊，吼，但是美国即摆我是黑名单，所以我这条线爱拜托阮这边长吼加讨啊。公关啦，搁后面多啊，我都服刑了啊，吼、哦，这所以阿弟阿出工作嘞吼，哎、哦，这是就是给他解释的，
啊，因为我即句即消息是干总会甲我讲的，哦，啊，王富英也知即代志，但是伊即马到即马为止，拢嘛讲，诶、欸，即毋好讲的，我讲那时候毋好讲，即是恁做即大陆人民的人，真好的策略。迄边来成功，你今日比国富嘛，台湾的国富嘛，对，即应该是啊第二吼。啊，即就到时候到政府说，啊第二就讲。吴文良吼出大事的时阵吼，要离开美国，已经去加拿大是，迄个哈佛医学院叫做，迄个张凯德个在，张凯德个在在到加拿大一个所在地下吼，有一个人本来是中国民众买股的，忽然间迄个人无来啦，迄个人无来叫一个别人个在，啊，伊讲吼就。就迄个为康纳达转来时，参加转来时，入去学校的时吼，每礼拜 FBI 就找伊讲话啦。哦，我不知你怎嘛，哎，就迄个人讲吼，伊是受人拜托啦。啊，所以学校就跟问讲，你是安怎去载吴文良去康纳达？有着头一段出代志时，来时伊个载。啊，这两点是真的，你应该。吴文良安怎去加拿大吼？我无清楚，因为伊也无讲吼，也无啥爱讲啦。但是吴文良迄当时吼，伊有真济比较较 radical 的朋友，美国朋友，吼，真激进的朋友啦吼，反美国政府的吼真济吼。啊，所以伊到加拿大有法度避遐久吼。和这朋友应该有关系啦，吼。啊，什么人在在意听啦，吼？真济当美国转来这博士，我有拄着过来个吼，拢跟你甲我讲，讲伊就是在吴文良过啦。啊，我嘛毋知到底是啥物人个，我足济人有差不多三四个拢甲我讲，伊拢有在过安尼吼。啊，所以我无得证实讲吼，啥物人有在过安尼啦，所以我无得证实吼。啊，佮穿个代志，当然巴西每一户拢穿啊，这是无毋对啦吼。啊，但是陈英雄即提货啊，即两支穿吼，是伊伫美国买，和巴西无关系。哦，啊，巴西台湾人嘛有啦吼，就姓王个，嘛讲伊嘛是有准备穿吼。啊，从英国到巴西时，伊嘛讲要甲穿煞啦，吼。啊！伊就像那种有寄转来到台湾啦，吼、哦！伊就像像讲要交张艳贤啦，吼、哦！叫伊讲最近就看会当放倒将来博物馆那是啥啥物啦，吼、哦！但即支像我有甲张艳贤讲吼，即支像我无关的，伊是巴西订的，嘿、欸！我想要试试的是各地可能拢有计划啦，哎、欸，我就无清楚啦，嘿、欸！大概是安尼。我可能会当借两分钟来甲报告这个代志。咱民进会入场是徛伫地主台先生所讲的话，与本人讲的咱相信。咱台湾现主席的所谓的独派也好，定定拢会。家己拢无做诶代志，伊拢家己挂伫家己诶身躯顶，包括一寡大脑，拢讲过去安怎安怎。所以咱今日非常感谢迄个电视台先生吼，啊，将这话当面甲咱大家人讲。所以咱诶版本就是电视台先生讲诶，咱才相信。其他外口讲诶，咱无会相信，安尼好唔好？好，安尼对啦，对不对？非常感谢。谢谢秘书长吼。啊，若有问题，你做你问的就包括我晓得历史的事实吼，啊，讲愈接近事实啦吼，啊，愈好安尼啦吼。啊，我想，但是讲啊这嘛真侪时间啦吼，咱就要煞来讲正题啦吼。啊，正题我是要讲吼，咱这个1920年代，甲即嘛吼，啊，台湾的一挂精英啦吼。精英就是讲地球分子啦吼，较进步的这个分子啦吼，就讲今仔日在座的各位
吼，拢是咱台湾人的精英吼，啊，要领导这个台湾吼，走向啊，建立这个国家的这个路吼，这就是咱台湾精英吼，对这个时代吼，因所处的时代是安那来应用，是安那来提出因的对策吼。啊，当然这是1920年代吼，啊，即嘛是2011啦吼。将近要100年了、哦、啊，所以咱即摆就是伫2011年的年代，啊，这个年代对时代引领就是无同，哦，咱这个时代就是民政府应该起来的这个年代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嘛也真感谢这个何瑞英甲林志兴吼，啊，有这个论述吼，啊，甲有法度引带咱吼。行出这个民政府的路啦吼，啊，2000年代当然，迄当时是日本时代吼，啊，日本时代的时阵，我是咧想讲，又过100年吼，啊，咱即马还阁无家己的国家吼，啊，无家己的这个国籍吼，啊，无家己的尊严吼，啊，咱唔知影。当然真侪人啦，唔知我咱是支那人，啊是台湾人，啊是虾米人吼，拢无清楚吼。特别是咱的后代，咱的囡仔、咱的媳妇、咱的孙仔，拢家己唔知影，拢认为是中华民国的人吼，啊其实唔是啦吼。啊，所以2000年代有真侪事件啦吼，真侪社会运动，啊这运动我是。提一寡较重要的啦吼，当然，这运动唔名安尼尔尔吼，啊，1920年代就是新民会吼，伫东京成立啦吼，啊，这就是伫东京一寡台湾留学生，啊，主要是经过林献堂先生的赞助吼，啊，伫东京成立安尼吼，啊，1921年就是台湾文化协会成立吼。啊，咱拢知影是蒋渭水吼，这个先生吼来领导吼。啊，1922年就是台湾议会举行同盟会吼，就是当时日本时代台湾人啊，佫无容允参加迄当时的政治吼。啊，所以林献堂先生这人认为讲，台湾人这精英嘛爱参与当时的政治吼。啊，所以台湾应该成立一个议会，我台湾人参与这个参政安尼吼。啊，1926就是这个农民组合吼，还、哦、同时真侪台湾人哦，特别是做事人啦吼，啊，政工正足细吼，啊，日本真侪社财团咯，成立这种会社啦吼，啊，到目前你看台湾四国拢有咧糖厂吼，就是咧做糖诶。啊，团结着讲吼，啊，领导这个农民运动吼，啊，争取这个做事人吼，啊，农民的这个权利吼，啊，1927年台湾文化协会分裂吼，啊，另外一挂人成立民众党，啊，这个民众党是台湾第一的政党吼，伊当时成立办的吼，啊，1928。这个台湾共产党吼，伫上海成立吼，啊，后来咱真清楚，台中的蒋雪龙吼，啊，这个杨克宏，因这人成立吼，啊，1930年，这个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吼，啊，这嘛是林献堂蔡桂会这人吼，啊，领导安尼吼，所以迄当时的这个啊社会运动啦吼。就是争取参政权吼，啊，因主要是讲要帝国安尼吼，是要参与这个政治吼，啊，伫这个运动的过程中啦吼，真侪受到日本政府的打压吼，啊，被起诉的吼，啊，被判刑的、入狱的吼，有真侪人吼，啊，这些人拢关过啦吼，当然，伊当时判刑的。在部分关，比如讲几个月啦吼，上加可能关3个月种啦吼，含以后的这个国民党时代无同吼，
迄当时是拢枪杀的啦，十几年的啦吼，无啥共安尼吼。啊，我直接我特别提起这个1934年的这个大洋展啦吼，啊，之后了一挂在座一挂艺术家吼，啊，对这个可能真清楚啦吼。啊，1934年这个大洋展过去，日本时代有一个地展吼。啊，特点就是讲台湾人的作品，爱上衣甲东京，受到这个日本人的这个评审委员的审查吼，啊，才会当得到奖呢吼。啊，一个台湾人呢，认为讲安尼无啥公平啦吼，咱台湾人家己的作品，家己来审查吼，家己来展览安尼吼，啊，所以就。进入这个大洋展啦吼，啊，一只呢有一个无正确的，就是讲这创会者内底吼，陈立奇吼，应该无伫内底，因为陈立奇是1931年就过身啦吼，所以这个有一个被告啦吼，就是有一个错误陈立奇吼，啊，陈立奇是一个真优秀的台湾画家吼，啊，真可惜。26岁的这个年纪吼，都过身啊吼。伊所领导的早期的这个台湾油画吼、西洋画吼，啊，非常的出色。啊，后期的这个艺术家，比如讲廖德春啦、李石桥啦吼，拢受到这个陈立奇的照顾吼。啊，即个艺术家内底当然是陈廉波，伫1947年吼，和这个国民党吼，哦，枪杀去安尼吼。啊，1940年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吼，啊，一寡过去伫日本留学吼，即个这个台湾人呢。哎，我拢转到中国的东北去啦吼，迄当时叫做华北吼，啊，当然真济啦吼，真济去，大部分拢做医生，真济医生去到遐吼，啊，去到遐有诶是对，向这个国民党诶啦，服务诶啦吼，共产党服务诶吼，真济安尼吼。当然有的去到花邦吼，啊，但是一寡台湾人的精英嘛，啊是台湾人的子弟吼，变做送去南洋的吼，真侪我想，真侪咱士大人吼，送去南洋参加迄日本的战争的吼，有诶有倒来，但大部分拢无倒来吼，啊，所以迄嘛真凄惨啦吼。讲完1945年战后吼，拄啊战争停战的时阵，1945年啊，真侪即个去到中国即个人吼，啊，都含这个国民党诶，都转来要接受台湾啦吼，回归祖国啦吼，啊，转来安尼吼，想讲啊，一声有一个真会当真大诶作为吼。啊，要建设台湾啦吼！啊，唔知影讲两年后就发生这个1947年的大屠杀啦吼！啊，即个祖国派就是因的帮吼，吹去啊吼！啊，所以嘛是因为这个代志，1947年即个大屠杀的代志吼，开始有人想起诶。啊，中国都不是咱的祖国啊，吼、哦，咱应该要有家己的一个国家吼、哦，啊，开始有这个独立的这个想法，吼、哦，啊，二八当时是生的吼，真、哦、侪人啦、啊、吼、哦，当然，这个20000人的数字吼，确实偌济，我相信真歹通辨吼，当时国民党时代吼，还遐尼啊混乱吼。
户口啥物拢无清楚啦吼，啊所以，迄、那个九一科迄本册写是写了两万人啦吼，啊真侪人我唔念啦吼，可能啊十几万嘛有啦吼，啊所以这无法度确定啦吼，啊二二八大屠杀的1947年吼，啊这人就走的走吼，像食雪糕样吸风啦吼，因走去中国吼。啊，廖文业啦，吼、哦，苏明这人走去日本，吼、哦，啊，日本开始推动这个台湾独立，吼、哦，诶，这个运动，吼、哦，啊，石硕龙伊顺着去中国，吼、哦，啊，到尾啊，中国啊，嘛真凄惨，吼、哦，受到迄个文革诶，这个斗争，吼、哦，啊，到尾死诶时嘛，死啊真悲哀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这是台湾人去到中国的时阵哦，中国人无认为你是中国人吼、哦，你是受过日本教育的台湾人吼、哦。啊，1949年吼、哦，就蒋介石的集团吼，伊、哦、就是流亡来台湾吼、哦。啊，1945年，伊就受到民军的指派吼、哦，代表民军。来占领台湾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蒋介石这个集团呢，有两层的性质啦吼、哦，一层是1945年的占领，啊，另外一层是1949年的流亡，吼、哦，因为迄当时国民党走来台湾，迄当时的台湾是日本的领土，哦，到即摆嘛是还阁是啊吼，唔、哦、含中华民国无关的。哦，抗战那的吼，啊，所以伊是100%的流亡政府，哦，这点咱爱真清楚吼，来爱，甲咱的这个后辈讲啊真清楚，伊是一个流亡政府吼、哦，啊，伫台湾咧统治咱哦，并唔是合法的，吼、哦，唔是合法的一个政府吼、哦，啊，因为伊要统治台湾，吼、哦，啊，惊台湾人反抗，所以。采取真激烈的迄个镇压的迄个手段吼，啊，所以就是迄当时的白色恐怖的年代吼，枪杀的足多，吼，啊，判刑的吼，10年以上的不计其数啦吼。啊，事件以后到1952年吼，啊，这个旧金山合约啊开始生效了吼，啊，1951年是。旧金山合约签字的年代吼，啊，1950到60年代吼，这个台湾精英吼，大部分拢脱离台湾，因为伫国民党这款统治的年代吼，啊，知识分子确实吼非常苦闷。非常痛苦吼，像这个走去日本的这个汪明定吼先生吼，伊在日本嘛写一个台湾历史吼，啊，伊叫做苦闷的台湾吼，迄当时确实真苦闷啦吼。啊，走去美国的呢，伫这个1956年吼，啊，成立第一个啊台湾人的这个独立运动，还是建国运动吼。叫做 Formosans Free Formosa 吼、哦，啊，这东西伫美国的费拉德菲啊吼，费城来成立吼，啊，有几个主要的人吼、哦，啊，伫这个历史上啊叫做费城五剑吼，啊，主要是一个罗主义啦吼，罗、哦、主义一个真优秀的台湾人吼、哦，啊，伊的英文非常好吼。哦啊，拢用英文投稿伫《纽约时报》吼，啊，伫讲台湾的代志吼。啊，杨东健是一个医生吼，啊，即马已经倒来台湾吼，啊，继续为台湾拍拼吼。啊，林明坤呢，啊，已经过身啦吼，啊，陈立德啊，要倒来台湾吼，啊，林树娥吼，即拢还佫伫美国吼。啊，1957年呢？啊，咱拢真清楚啦，有一个省委议会五奖啦吼，啊，
啊，这嘛是台湾的一挂精英吼，李万基、桂国基、吴三连吼、李元正、桂武新、侯世仁吼，啊，这人都已经拢往生啊吼，拢是做古啊吼。啊，1964年啊，平民们先生吼，三个人为丁条、贾崇敏吼，三个人要发表这个台湾人民自救宣言呐吼。啊，在那个时代，啊，讲起来非常的勇敢吼、哦。在那个反共大陆的迄个年代吼、哦，你发表一个迄、那个宣言，讲啊反共无望啊吼，哇，这对国民党来讲，你哪有可能接受？你得抬抬头安尼吼。啊，就是这个案件吼、哦，啊，即摆魏忠条嘛已经过身啊吼。1970年吼，就是这个世界性的这个台湾独立人民成立，以这个正月七日吼啊来成立吧呢吼。啊，1970年嘛是平民民先生吼脱离台湾吼啊，走到这个水电去吼。啊，伊走到水电去，即马可能伊。按照造诣哦，已经有写伫伊个册啦吼，较早是拢无讲啦吼，啊是听讲伊要脱离台湾的时阵哦，伊拢有咧防监视啊吼，啊伊普通时拢徛伫伊个客厅个窗啊吼，啊互伫监视伊个这了袂遐看吼，讲伊人啊搁伫咧吼，我拢伫遮呢吼，啊就开始捞头毛、捞喙须。啊，大家拢徛伫窗仔边吼。啊，了有一个美国的牧师，哦，嘛是福州的吼，啊，有来看伊吼。啊，结果就是平平平先生甲这个美国牧师吼对话就对了啦吼。变做这个福州的美国牧师就徛在窗仔边，啊，好在了袂遐看呢吼。啊，伊甲变做这个。啊，牧师安尼走出去吼，啊，了伊个坐船去到香港，啊，从香港换做飞机飞去水电安尼，吼，啊，结果这了别个人走去到水电啊，吼，伊报告嘛照写嘞吼，啊，我逐日拢伫窗仔边安尼吼，伫遐咧看安尼吼，哎，啊，1970年吼，啊，拄拄有讲就是这市长的案件吼，啊，1971年。蒋介石个代表吼，从这个派出去联合国吼，啊，这爱真清楚吼，唔是中华民国从孤独出联合国，是蒋介石个伊代表吼，中华民国这个名啊，佮留伫联合国吼，啊，所以尾啊呢，就变成中华民国改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吼，啊，所以。过去，这个国民党拢咧骗人讲要倒转去联合国吼，要恢复中华民国的这个联合国国籍咧无影啊。但是已经联合国了，有中华民国的籍伫内底，你免阁用这个名转去吼，这是拢无影啦吼。啊，这个75咧，蒋介石死亡啊吼，啊，1977，吼，这个中路教会有一个林宽宣言吼。啊，希望台湾成为一个新、佮独立的一个国家吼。啊，这嘛是当时讲起来呢，啊，真勇敢的一个宣言啦吼。啊，1978年，啊，蒋经国呢，啊，正式继续独裁统治台湾吼。啊，1979，咱知影啦吼，美利都事件吼。啊，在座嘛，足侪可能高雄来诶吼，真侪拢知影即个事件啦吼。啊，即个事件对台湾诶即个运动吼，台湾人诶民主运动啊，即个贡献也真大啦吼。啊，1979啊，美利都事件以外呢，啊，搁即个美国甲中华民国断交吼，开始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。
啊，因为含台湾断交呢，所以美国伫1979年，伊嘛通过一个台湾关系法吼。啊，这个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，吼、哦。啊，是咱美国本身呢通过一个台湾关系法，就是因为台湾唔是一个国家啊。你台湾若是一个国家的时阵吼。就变成美国跟台湾有一个条约的关系，吼、哦，不是国内法的关系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就是证明讲，台湾还佫唔是一个国家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台湾关系法就是讲，伊伫1979年以后，吼、哦，无要称中华民国的名称啦，吼、哦。伊就是讲，台湾的这个政府叫做台湾统治总局吼 ，The Governing Authority on Taiwan 吼、哦，啊，伊无要甲叫做中华民国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咱即摆咧继续讲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，迄无正确啦吼、哦，啊，别个选这个中华民国总统，迄嘛无正确啊，因为中华民国都无存在啊，啊，你总统哪有存在？无啊吼，无、哦、这个物件吼。哦所以就证明讲台湾还佫唔是一个国家吼，啊，咱来较打拼的吼，啊，从台湾变成做一个国家啦吼。啊，1986年吼，民进党就突破党籍吼，啊，成立一个政党啦吼。啊，当然即马那就有人咧讲吼。民进党成立吼，是蒋经国特别引进的吼，啊，这我唔知影啦吼，你唔知真侪人讲我是蒋经国 OK 的，所以才有法度成立安尼吼，但这目前可能也无法度证实啦吼。啊，1987吼，咱的这个国民党的戒严吼，啊，戒毒，哦，经过38年吼。啊，世界上长的这个戒严令吼，啊，戒毒安尼吼，啊，戒严令虽然是戒毒吼，1987年的这个台湾政治学人嘉年议会这个会长、副会长吼，伫开会内底公开主张台湾应该独立吼，嘛国民党掠去啊，吼，嘛掠去关安尼吼，所以有戒严无戒严吼，伊照样吼。抓人啦吼！啊，1989吼，就是地南洋先生自焚啦吼，有这代志发生吼。啊，一直到这个1990年代吼，啊，开始海外这留学生吼，啊，开始倒转来台湾，吼，但1988年开始吼。伊是想讲，咱应该吼，啊，倒来台湾开始打拼吼，啊，即包括迄个民政府的蔡博士吼，嘛，迄当时倒来吼，伊可能较早倒来啦吼，伊有先见之明吼，提早倒来安尼吼，诶，啊，即倒来人吼，比如讲蔡东营啦、张灿宏啦、陈东山啦、柯天才、王云南、李应元等等吼。啊，倒来了后，大部分呐吼，拢投入去一个民进党的选举吼。啊，当然是过去伫美国即个独立运动，因的宗旨就是讲要用一切的方法打倒中华民国，吼。啊，结果呢，即马倒来个台湾了后，唔是要打倒中华民国。是要投入去中华民国体制内底，变作中华民国体制的一个分子，共同为中华民国打拼。哎，啊，这唔对呢吼，啊，过去讲话无详啊，安尼才对吼，这个应该是唔对啦吼，咱应该嘛是继续啊打倒中华民国吼，啊，这就是民政府啊努力的所在。咱要起来取代的吼，就是中华民国。哦，中华民国本身哦，
伊是违法无准则的物件吼，咱爱甲排除掉啦吼。啊，1990年吼，啊，李登辉变成做所谓中华民国吼的这个总统啊吼。1991年呢，拄拄我转来迄年吼，啊，拄着这个100行动人民吼，啊，开始这个发生吼，啊，伊是要求讲国民党刑法内底100条吼，啊，取消。这个100条就是讲，你读下咧想啥的时阵哦，就是犯罪啊，不管你有做无做，就开始犯罪啊，我就会使甲你判刑啦吼。啊，这是黑白讲的呢。我头壳想啥哪有做哦，都无代志啊。啊，所以结果呢，100行动人民有成功吼，这个100条提掉吼。啊，真侪人就因为安尼判刑了，拢全判无罪吼，拢放出来吼。啊，1991嘛，佫发生一个所谓的毒袋会案啦吼，就是讲。有四个这个台湾人哦，台湾青年哦，啊去日本找苏明和志尚哦，讲安尼也多啦吼，啊所以就是这人拢抓起来哦，就是要办啦吼，啊到尾嘛，因为这个独台，这个台湾独立会吼，经过抗议吼，这人拢爆出来，我无代志吼。啊，1992哦，国道会成立吼，啊，就是廖中山啊、陈思明因这人吼，啊，1992嘛有一个台湾教师联盟吼，啊，深入去台湾各地咧演讲吼，啊，我当时转来第二年吼，我参与一挂演讲会吼，啊，深入去各地吼，真无简单啦吼。啊，咱在1996吼，伊的李登辉的第一任的所谓民选啦吼，诶，这个 ROC 的总统吼，经过全民选举吼，啊，2000年吼，啊，2000年我想在座甲我吼，大家拢真欢喜吼，啊，那阿扁啊，我选到总统呢吼，佫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吼。啊，佫是台湾囡仔吼，做中华民国的总统吼、哦，啊，迄当时拢在讲正面运动吼、哦，啊，就有法度建国吼、哦，中华民国改做台湾国，安尼就 OK 啊吼、哦，就会当建国啊吼，啊，事实上建国唔是安尼建国，讲改名就法度建国，因为国家啊是政府吼、哦，有迄个界限的问题啦吼。哦比如讲，明朝叫清朝印度的时阵哦，变做清朝，清朝嘛是中国啊。啊，这个孙中山印度清朝的时阵哦，成立的中华民国，伊嘛是中国啊。哦，啊，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倒的时阵嘛，啊，佫是中国。哦，啊，所以中华民国要改成台湾国的时阵，这个台湾国嘛是啊，佫是中国的一个政府。这个政府就是流氓政府，所以这个名改来改去哦，并不代表你是国际上有法度来承认的一个独立的国家哦。啊，所以所谓的正面运动就是通的啦吼。啊，即卖嘛证明讲未通呢。啊，变啊，虽然是讲伊要正面运动哦，结果呢，伊家己嘛，哦，国民党拍入去乌罗啊。起码你有国民党官呀吼，时间要到吼，差不多得了。即摆是林志兴控毙案哦，我想即个咱必须要来讲较清楚啦吼。啊，即个案哦，我是感觉非常重要啦吼。第一个100年来吼。有人敢向美国政府提出告诉的，哦，伊这个建设，这个勇气，哈、哦，我想是将来历史，哈、哦，会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一页就对了，哈、哦。啊，这个
控告美国的案件吼，主要的论点啦吼，我想以这论述，大家若有好好去研究吼，啊，我是有看迄个控美案这个法庭的这个辩论吼，大家应该爱看，今日因大家有迄、那个这个翻译的无吼，我是看迄个原文的吼，非常精彩吼，确实讲到台湾的地位的一个重点吼，讲啊非常清楚吼。爱注意就是讲，根据这个旧金山合约啦吼，美国是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， 是主要的占领权国。因为占领日本啊，吼啊，所以是主要占领权国吼，伊对台湾有管辖权。哦，有这个权哦，啊，因为美国是共和国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台湾的地位呢，伊有一个名词叫做被合并的领土啦吼、哦。当然，这是根据战争法啦吼、哦，这是最近我较了解吼、哦，有这个名词啦吼、哦，是被合并的领土。啊，所以咱住伫台湾的本土的台湾人啊。咱就是被合并领土顶权的人吼，啊，咱被合并领土顶权的人，咱有一个权利，就是讲咱会当享受美国宪法保障之下的基本人权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基本人权上主要咯，包括你有旅行的自由，吼、哦，你有四国旅行的自由，啊，所以。美国政府爱发一个啊旅行的证件给咱，吼、哦，所以这是主要论述啊。这种论述呢，一百年来无人讲起吼。这2006年这个孔美案靠这个论述出现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是真无简单吼、哦。这个 Richard 哈、哦，啊，甲林志兴先生的这论述哈，对台湾将来我想影响会真大啦吼。哦啊，这个官司拍三年外吼，伫2009年才开始，美国最高法院有一个判决文啦吼。啊，这个文我是希望各位吼啊爱看吼，确实写了真好，人个对台湾问题的了解吼，啊比咱搁较清楚吼。啊，这个破坏文大概然后当然真济吼，啊，我提出两点吼，就是讲过去吼，60几年来吼，台湾人生活伫这个政治吼，连个内底吼，啊，台湾人呢无一个一致吼认知的这个政府吼，政府念名咧念名咧，啊，百姓无甲认同吼，啊，伫国际社会。中呢，无确定的地位，吼、哦，台湾人伫国际上呢，无人认定讲伊是虾米款的地位，吼、哦，地位并无确定，啊，所以真凄惨就是讲，咱无国籍啊，啊，所以咱四国旅行所体的是中华民国的基本护照啊，基本护照真侪国家无要接受啊，你若有台湾的字，吼、哦，伊较有可能。予你入境吼，啊，即摆就是问题吼，就法院是要讲对台湾行使主权咯，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啦吼。啊，法院呢，对这个政治问题呢，伊无迄个管辖权，吼，啊，所以将这个林志兴等吼，这个控诉的案件吼，来退回。是讲，这个什么人有权利行使台湾的主权？你若有法度认同、认定这个物件，法院就要甲你处理这个台湾人的问题吼。啊，所以即摆时间是够了，哎，还过几分？哦，柜台，无啦，柜台即摆就互大家看有啥物意见来。来发表好无？我就差不多了，最后我嘛是讲台湾哦，
啊，不是，唔是一个国家啦吼，啊，这就是美国吼，真侪这个单位拢讲吼。控控诉呢，可能呢，扩展呢吼，美国一再咧讲，哦，台湾唔是一个国家吼。哦，这是拄有讲过吼，迄、个美国对待台湾管啊管的这个问题吼、哦。啊，将来一寡应该做的代志吼，比如讲伫网络顶管吼，林志升顶吼。呼吁讲咧，戒严大会啦，吼，这物件吼，制定基本法啦，吼，啊是讲召开台湾的这个听证会，吼，啊，这一挂这个课题啦，吼，啊，最后吼，就是讲这个台湾民政府要来应应吼，啊，2010年，啊，2011年的这个情势，吼。啊，我是感觉讲，咱民政府吼，啊，佫毋是坐伫办公室的时代吼，咱来深入去即个各乡镇吼，啊，将即个民政府的论述来讲予台湾人了解。台湾人若有了解吼，绝对起来，啊，起来即个声音，就是咱咧所讲的人民的声音 ，People's Power， 哦，人民的力量。啊，这个力量若起来了，美国国会、美国参议员来听，吼、哦。所以这个论述我是感觉真要紧，但是爱予台湾人了解安尼吼。这是我一再认为应该是爱安尼做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以上吼、哦，我想我的演讲到这吼，啊，各位若有问题要问吼，请进来。起立！站立！谢谢。